你这走路的，他在北北北，俺们这边学校搁这。哎，北北，你闹得清楚。管理的，我回去了。哎呀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得在这儿摆摊儿，你这不到门儿哈。那我是给俺妈试试听呢，像我是找不门儿啊，还是去上班了？肯定是上班哇，那个女生不上班，随便说说都在这上班过个。我想我小爷，去买个菜，两三个月都我一欧吃了。 他不是我外公外婆要闹的，知道不？还买不上，买不上。那是哈，现在这样也要请，那样也要请，哪能都贵。去上班就是找不到宅宅，你们这个月这么小。你老三奶奶找不嘛？找不到能找不到我的就行了。那上班有请呢，上班真的是没了呀，或者真的是要啊，谁找不到都请了都吃的。上班后找不到宅宅都难得寻着，你上班又找不到宅宅，你找不到宅宅又上不到班。 生活又需要钱，妈呀，都恼火。你们还是安好，反正我觉得我们女生还是要经济独立才行。要得，那就收工一会儿了，我把它背起来，你帮我。嗯。就收工一会儿，请点好。哎呀，好，后面就可以去做了。我要回去了。嗯嗯，拜拜。 放点洋葱，放点青椒。哎，有的那些被摁着看的。哦。像点香葱。 还没有啊，好。没有。这个听听起好吃的给我们吃。那当然了。回去要饭哈。嗯。快回去吃工。嗯。这个听听起大餐。 我今天不要减肥去了，你多吃点嘛，你得吃。你干嘛？我你干嘛？你在街上不来几个？那是什么不你捂的嘞？咦，你说我们吃饭不喊你不在？嗯，你想吃不着？你我这个动不动就管要钱，你上班了，老板方便哇？上了班嘛，不在这里打了。俺不是啊，我的月小，等他要去买，你去上班了。 老早那没啥做，不上班真的是这个用情了。我到了这边都乱了，这个天天就是尿片啊，这样那样的。你走进大点嘛，包包水要大点啊。这难度又咋子么样？因为这马上又是得冬天进来了，要起酒啊，用情受不了。啊，挣钱嘛，还有走啊，讲了嘛。那真的嘛，当今了，他暂时运费就掉，那你这个就不要了。不管哪样，对我把水得到了，把你再差钱一下。 还有走啊，像真的顶多些。哦，你看现在也这个政策开放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家就还要想个走的，你还要提人两个，你如果要想去上班，哎，亲哥，这不是我们到我这边去祭奠一下，你走走啦，你知道不就走了？你要走了，你也我们在那的些，也都没上过班，我们还不是被扣到了，还得出城人呐。先看好，我这两天先走不起来说。 这不把饭吃好了，菜饭都能弄，或许以后再商量哦，哈，哎呦。